看看新闻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聊聊生活中的那些事儿。话说生活中呢，很多人都会开车，对很多的新手司机来说呢，晚上在小区里要停个车应该是挺难的，你有感受吗？有，因为那个小区的灯光呢通常没有那么的亮，然后当你晚上去停车的时候，倒车灯其实也是很暗的，你本来就找不到那个边边在哪里。那你应该属于车技不好那一类。对，就是只比你稍微好一点点而已。但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，他车技应该不错，偶像王力宏，他也不是什么新手司机了吧，可是他在小区停个车却被小区的保安给教训了一顿，这面子有点挂不住啊。来看一下参与拍摄的好莱坞电影《骇客交锋》提前杀青，王力宏9月7日返回台湾地区，走出安检口对着围观粉丝吐舌头做鬼脸，上保姆车前还跟粉丝来个大合照，看来力宏心情不是一般的好。而到家不多久后，王力宏又驱车前往外婆家，只是晚上9点多要在居民区停个车，似乎把天王也难到了。好不容易停好车走进一看，哎呀，王力宏同学，你好像稍稍有点儿违规了。远远看来，王力宏试图努力为自己争辩，只是在保安叔叔这边实在是行不通呢。认出来他是王力宏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王力宏？我不认识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哪见得起名字？他们报纸看都不看。